开始就放手去做。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放手给年轻人，我们不要干预，看到了结果，哇，真的让我很惊喜。我觉得刚刚那首歌有个震撼力啊，跟原曲来比的话，好像在情绪点上更强一点。原曲比较苦情。我让你靠，让你靠。原曲是这样，有点撒娇，一来到这里，就有情奔放的汗扑过去的感觉。来吧，撞！好，那来，琴声声，街头拍档，请就位。一号键代表琴声声，二号键代表街头拍档，请选择。蓝色耳机，银色代表的是特勤他们，蓝色代表的是齐哥他们。好，来，两位，请就位。完美的是高放。刚才特勤他们唱《野狼 disco》的时候，罗琦跟小哥都是跟着他们一起欢快的沉浸在音乐里的人。那么现在他们会做怎样的决断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表决。恭喜秦深深，恭喜秦深深，二十票。好，两位选到的是秦深深，那小哥。您为什么会选择把你的时间给到秦深深？这两组啊，真的都很好。刚刚那一组歌曲跟周深所结合，带给我们大家一个嘉年华会的感觉啊。在这里面，其实伯仲之间，我略微比这个欢快一点，多一点点的感觉。秦深深这一组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因为真的是完全跳脱出原来的风格。然后包括贺勤老师刚刚那段 rap 也是鼓舞了人心，所以说我个人的话更偏向于贺勤老师这一组。但是我发现哈，你都没有讲周深的 rap 是怎么回事。我就是来证明 rap 真的很难。对，如果你不好好 rap， 就肯定是来宝，警察找我。不是，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他的声线呢。他的声线 rap 的话，其实有一种可爱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可爱的形容 rap， 还是回家好好练习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对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欢快一点的表演，也许更能够打动这两组。但是能不能打动更多的先生品鉴人呢？来，请爸爸最不合理的是用奇怪。我想到了，幸存者在河谷中遭遇了奇怪事。我们就往上游走，那里一定有一个洞。你们现在在何位置？听到什么了？听到什么了？我天哪，这
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这一次是个旅游节目？说好的旅行啊！来年班人马集体回归，与众嘉宾带你畅游好河。众嘉宾，在东海湾射箭运动会，深度探索黄河边的风俗民情，一起完成不可能的游戏任务。星期五晚九点十分 ，Astro 全站 HD 及 Astro Go。和两周之后即将要开始的 AB 两组的强强对话有相当大的关系，我们期待你在两周的调试之后，你们会上演一场真正精彩的 AB 两组的世代对话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 B 组的终极排位赛的选择情况。 A 组终极排位赛尘埃落定， B 组的新老歌手也摩拳擦掌， B 组歌手究竟给他们的对手选择了什么样的歌曲呢？那你猜猜看我们叫什么歌？我很爱你们。你现在我们认识好多年，一切还是同一个唱片公司，所以你要多多关照。我是过来这句。不，我是老虎团。这首歌如果到你们手上的时候，应该会有个发挥。这首歌跟泰国有关。有关。泰国。对。它的原唱是泰国。哦，原唱是泰国。可是后来广东话版本。唱红到全世界去。好，再给你一个选择，草蜢。你想好没 ？Diet。唱出来了。哇，太美了！等一下，这首歌觉得在泰国。这首歌的歌手呢是泰国的歌王。哎呀，真的。好，我们把歌王的那个棒子交给你。虽然说我跟草蜢是同性的。是也不见得我会唱他们这首歌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安排想过的，虽然我们会有难度。对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再卑鄙一点？对，再卑鄙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好，告诉我们什么歌？哎，首先是英文歌，然后是老歌，怀旧的，哎，有深度的，有深度，哎，有层次，有年份，唱起来好像我们有读过书的感觉。The Beatles Yesterday。那我们两个谁再选一个？
音乐剧。那可能撞到他们枪口上。那么就让他选，就让他唱一会儿。自己经典音乐剧。我懂了，姐，越经典越有意思。嗯，哪有的，哪有他们，唱他们能怎么唱？哦，同一首。啊，那就这样吧。What a glorious feel, and I'm happy again.